在这个公园里，今天就是2018年的11月24日星期六的下午4点35分。现在我就是在这个Losimi 这个公园，都是很大的公园的。这个时间我就在这里想着拿部单反机拍一下录像，拍一下这些这样的风景。但是就是都拍得啲照片咯，都拍到啲照片嘅。咁到時咧，我就會放喺網上咧，就幫大家分享下嘅。咁啊，而家咧我準備走噶啦，所以走之前咧，咁咧我咧就係喺呢度咧啊，幫大家做下節目，因為呢度啲風景比較靚啊嘛。所以咧我咧就係、是、一夕陽，夕陽嘅效果啊，呢一次咧都會喺啊呢度咧啊幫大家咧就係、是。吹下水啦，係嘛？即係臨走咧嚇、啊，都係攞個三個架，幫埋呢個咩就喺度咧，就吹下水啦嚇、我覺得只係第一次咧，我喺公園度咧係咁樣用單反機嚟做節目嘅。咁通常咧，如果我之後講幾次啦，我之前咧我係用呢啲咁嘅，即係啲細機仔啊，呢啲咁細機仔咧就係唔係話好引人注目嘅，就係、是、比較低調啲啦，咁樣怕自己即係人哋覺得有啲即係好特別嘅，咁用單反機咧就係、是、比較咧就係、是、顯得咧就係、是、比較高調少少啦嚇，啲人睇見話係即係你係咪做記者啊，或者係咩嘢啊？加上咧，我呢個單反機咧個鏡頭比較長啲嘅，咁好容易人又即係認為啊，係咪即係拍人哋嗰啲嘢咧，或者乜嘢嘢啊？即係有啲好奇感啦，係咪先話係喎？所以一下子我又唔係好習慣咁嘅環境，即係攞咁嘅機，即係因為我平時好少話用呢啲咁嘅單反機出嚟去拍照片啊嚇，所以咧就係比較即係覺得有啲尷尬咯，係嘛？可能。即係我應該係，如果係習慣咗就即係冇咩其他嘢嘅，即係話你經常都係啊，你攞部單反機啊，咁啊喺呢啲咁嘅公園度啊，好似咁樣成日都係即係用嚟做節目嘅，咁你接多咗啦，咁你肯定係即係唔會覺得有咩嘢唔妥啦，係嘛？啊，即係咁樣啊。所以一樣嘢咧，可能咧就係、是、一回生兩回熟啊，第三次、第四次啊，慢慢咧，你又適應咗之後咧，其實咧也唔會話有咩好尷尬嘅事情啦嚇，所以乜都係要即係鍛鍊啦，係嘛？鍛鍊嗰啲嘢，即係拍視頻嚟講咧，我都係經常咧係攞啲手機啊之類嗰啲嘢咁嘅咁拍法啦，係嘛？手機嗰啲嘢即係人。覺得即係好特別啊嘛，係嘛？即係覺得你喺度拍照片啊咁啊，咁啊呢個真係係比較舒服啊！即係隔離旁邊呢邊咧就喺一條公路，即係條路啊，係嘛？呢個公園係比較大。其實咧，我覺得以後咧都係要多啲攞呢個單反機咧喺啲公園度咧，好似類似咁樣去拍下，去拍下嘢啦，咁樣嚇，即係嚇應該鍛鍊下啦嚇。肯定係要咁樣噶，即係你都要突破呢個咩噶。即係我嗱，可以呢個時間啦，係嘛？都係4:40啦。但肯定係用單反機咧，就係、是、拍起嚟咧嚇係靚啲噶嘛，因為畢竟我呢部單反機嚇即係配置上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應該好啲啦嚇。即係我相信咧，真係冇咩問題嘅嚇。即係我以往用呢、這個啊，即係好細嘅咁樣，嗱，比如咁啦，我揸住咁樣懟喺度就可以，即係幫自己傾偈噶啦，即係可以咁樣去做啊，即係人哋唔會覺得你乜嘢嘢嘅，咁啊，
譬如話係我啊，即係用呢部機仔嚟去啊，但係咧啊，叫用單反咧啊，譬如出嚟玩啊咁樣嘅，即係應該係啊，即係無所顧慮啦，係嘛？即係你顧慮太多嘢嘅，咁你真係唔使玩咗啦，係咪先啊？就係、是、開呢部車啊！嗱，開呢部車過嚟嘅，即係呢個部車咧，呢部車啊！你睇而家呢個天氣啊，幾快就即係黑咗落嚟，即係未到五點鐘嘅，未到五點鐘啊，個已經係比較黑嘅啦。即係唔同個角度去拍下，我調一調先，調一調呢個鏡頭咧就係、是、咁啊，個人啊咩啲，我再改調一調先。其實咧單反機咧都仲有好多嘢要學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我成日都喺人哋嘅網站睇視頻，人哋拍啲錄像係點咧？就係個人清楚，背景又即係朦，即係突出主題啦。咁而家我咧就係前後又清啊，風景又清啊，我又清嘅啊。有移去那邊先，有移到呢邊先。好啦，都差唔多要翻屋企噶啦。而家呢個天氣咧，一到咗接近五點鐘咧，真係黑曬啦！如果係夏天嚟講咧，一般啊到八點鐘啊先係有呢個天嘅啫，而家係有咩噶？好啦，而家翻屋企啦，睇住我拍几分钟啊，十几分钟够啦，咁好似喺呢度咧就好似唔系好舍得哇呢度，即系啊是，即系好难得啦，系嘛，好难得啊，能喺外面取景真系好难得。
今日仲係星期六嘅，星期六。好啦，欣雅花佢食啲咩呢？欣雅花咧就係打邊爐嘅花，佢打邊爐。我依家買咗啲菜啊，今日我去超市啊，我唔係話琴日啦嚇，阿小楊買咗啲青菜啊之類啲嘢，已經係放喺屋企度咧，突然間咧就話不食啦，但係好簡單，煮啲粥啊，煮啲咩食有湯飲嘅。好啦。今天呢就是2018年的11月24日的星期六啊，下午4点几钟。咁我在这个华人街的 Louis 这个大公园那里呢，就是出来拍个影片啊，想拍啲录像。好，呢啲纹路咧就喺呢度咧，就系、是、barbecue 嘅，即系佢哋一啲亲朋好友啊之类啲人，佢哋好中意咧，就喺呢地方度咧就烧烤啊。
嗯，好，我对翻只对翻自己先。哦，今日先。